多年前，你老豆开咗间制衣厂，后来纺织业没落，佢就谂住投资另一种生意。南府之所以有今日，就系因为佢。女仔经历都系差唔多嘅。阿达星话系爸爸救咗佢，多谢龙生，多谢。我哋可以帮人就尽量帮，帮唔到人，你帮我哋咧。快啲，大佬啊，走！今晚无论如何帮我搞掂佢。小姐，我哋又见面啦，今日专登约你翻嚟咧，帮我签啲嘢。